怎样啊？你人若唔惊你，你就变孙啦。是要偷这么笑？哎，阿伯啊，恁叫变数不？别来！不可以吗？这角度不对，再右边一点。先当啊！把妞，一起在这里啊！最近也是会看到很可怕的东西。那么女鬼跟陈浩的前世是有关的，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有遗愿未了，所以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怨念太深，他会留在那个地方，世世代代干扰，不得安宁。前世的恩怨，前世就该了。别指望我会喜欢你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我欠很多人一声对不起，却再也没有机会说了。你他妈能跟我算清，能跟巴拉算清吗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老师讲好话？长大，哥，我带你喜欢吗？很懒的，爱死你了！我哥超厉害的，他的肌肉跟牛一样壮嘞，牛一样嘞！你爸那么老，月下老人来，我爸最帅，这是部落的五月天呢。五月花，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请你别再每天喝酒。如果你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不见！你说什么话？阿正，你给我听见了？阿正，干净了。阿忠，什么叫明哥处理啊？嘛，有枪有粉。你刚来没多久，有些事用看了就好。枪掉，躺着那一个是你长儿子。你都要见你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啥。我高带两个人来把银色改造，只是卡我同学，然后同学在这里。恭喜你的女弟为爹，我就跟你讲说高登不胜的事情你不要管，你偏偏要去管，你处理给我看看啊。去啊，真的是很难捉摸的。我们说没事就是有事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因为他我才是现在的我。这个赢不了我的，没穿过高中制服翘过一次课，长大以后才会后悔。如果我们没有考到同一个地方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再打架？答应。阿伟，你是去看到魔神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他昨天晚上又来找我。呀。大家拢去万隆坑啊！大家拢去找伊啊！你还要继续跟吗？每年在山里失踪的人很多吗？其实该带走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你们。何总，你醒一下！俊男，不要走，陪我去死好不好？
你知道刚刚被你打出去那个男人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可以帮你在我们周刊上面澄清，你绝对会是美玉告的秘密。你现在的推测是说，当年周小晨他父亲的死，再见。就算我讨厌我爸，我也不希望他就这样死掉。地上的血迹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拳拳？是不是你的宝拳？如果是死的伤，你为什么要逃亡？他一夜不成眠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他最后的选择是出于善意。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？他只是想讲的说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